Ja? Weil in dir sind.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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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来，我们剩下一点点今天呢、啊，这个 part， 我们来看一下啊，可以，助理。不管他了，来，不要看电话啊，放下你的电话，看这边。来，我们现在看他这科学家呢，他们从这些遗物找到他们的地点，所以这些地点呢，他们通常呢都是出现在这些卡瓦山特布格。这卡瓦山特布格呢，就是我们讲比较开放的这些地方了啊。这开放的地方叫在哪里？在冷巴。松爱在河谷，冷巴松爱河谷，还有高山德布格啊，就是河谷咯，或者是一些比较封闭的一些地方，这个是比较开放的，开放的地方，开放地方在河谷了，在靠近河附近啦，或者是他们在比较封闭的高山德布格。封闭的地方，比如说山东哦，这两个地方，哎，高瓦山，快了不到了，喂，高瓦山的都多，像瓜，瓜应该懂啊，山东懂啊。Ada tulis, kenapa tak tulis? Main apa? Jangan main calculator. Sekarang sejarah bukan matematik. Ah, sila tulis apa yang saya tulis. Tak mau, kamu punya pasal. You gagal, you punya pasal. Okay, 然后风系，你看啊，这些罗加西、萨曼、普拉斯加拉这些地方呢，他们的地点呢、啊，他们可以分成哦好几个地区，他们的生活呢，其实跟我们生活很相似的。他们哦，这些萨曼、普拉斯加拉，他们可以分成他们的大坝和德巴丹，就是住的地方，住所啦。哎，他们可以分成住所，卡瓦山布古波拉呢，也就是墓地，埋尸体的地方。OK， 城市，卡瓦山本布鲁湾是捕猎的地方，还有卡瓦山本巴丹和阿拉丹巴杜制造。器材的地方，啊，所以这些风系 location 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这个它的功能啦、啊。住的地方住就是给他们睡觉啊，然后目的是埋他们的尸体啊，城市捕猎就捕猎的地方，啊，制造器材有制造器材的地方啦、啊。啊。不要玩这些有的没有的，我讲。OK，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些全世界的这些文化啊，就是什么讲那个原始的这个地方呢，都是受到 UNESCO 承认的。啊 ，UNESCO 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啊，他们所承认，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定要被保护的。不可以去被破坏，也不可以去开发，也不可以把它、哦、我这个地方我要把它建成 condo， 不可以，一定是要保存下来到永远，到一切物件为止。
所以这个地方嘛，因为如果你破坏它，它永远就被破坏了的。这些你看啊，从以前啊几万年前留下来的文物，是不是很珍贵？珍贵过你的性命，所以都是要被保护下来的。OK，然后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些 location 啊。Guachave 在法国的 Guachave 啊，我这边好像有这个图片。Guachave，啊，就是这个 Guachave 这个啊。然后它几时呢？它的年代是在3000马赛克到27000什么的马赛克，27000啊。然后这边呢，这个图啊，观潮被突然记上，老虎这一些是老虎呢，老虎是应该是老狮子吧，狮子在追着那个牛吧，所以他们记载什么东西呢？记载就是当时他们的那个生活状况，他们看到说，诶，有这些猎物哦，才去追赶这个牛啊。也就是观潮被，所以他们记载他们的生活的一些点滴。瓜草味在 branches，我嘞，我的吧，他们的涂还料，有其他图片吗？他们的涂料哪里来？他们的涂料，这个石头，有些石头是有颜色的，orange color 的石头，你看过吗？那个泥土，他们自己用那个泥土这样画出来。好奇怪，为什么石头有很多种的，哎，有看过那些地上是 orange color 的地吗？烂泥啊，然后石块啊，尤其是我们的草场，学校的草场有很多那种黄色的石头，你现在可以写字的嘞。你们有没有玩过？没有。哎呀，你们真是科技时代的孩子。老师，他们给石头。来，然后你看啊，你看啊，Bugisan di dalam gua membuktikan penglibatan masyarakat dalam aktiviti memburu binatang，所以它证明了当时的社会呢，他们有怎样？他们有捕猎啦，哎，memburu binatang。Penglibatan masyarakat dalam aktiviti memburu binatang。OK，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Gua Altamira。Gua Altamira 在哪里？西班牙。所以我们看一下西班牙的是 Gua Altamira 哈，哪里啊？Yes，这个 Gua Altamira。我所在以这北个方。瓜尔查米拉呢，你看也是一样，有什么东西的话，动物来的话，对不对？所以它是在咱们 Mesolithic 出现的，哎，咱们 Mesolithic，然后是35万年前的到11万年前呢，什么马西里，他们爬上去，可能当时哈、哦，他们的那个地会比较高一点点的，那个山洞没有那么的。高了，然后很有可能以前的原始人都是比较高大的，人类很高大的以前人，然后因为经过这个世界的一个变化，我们人类才越来越变，世界越来越小着，因为跟着气候啊环境变化，以前的朋友啊，玩那个北京人，所以他们哦，他们以前人类啊，他们要长到高大。因为是环境的关系影响到，Alright，所以你看啊，他们现在人类他们必须要爬一个楼梯才可以看这个墙壁嘛，以前人不需要，可能他伸手就可以画到了，不一样，可能他们高大咯，也不会，因为他们用石头嘛，不会，可能会有一点的那些东西已经开始蒙好了，看不到了啦，好嘞，这个奥达米拉，So，卢基桑你当过哈一样的。membuktikan wujudnya zaman Mesolitik lah.人类在 Mesolitik 已经有出现了，所以这是历史家学家的一个证据哦。他们去旅行，然后他那个什么画，他们画画技术都比我好。对，他们以前还画，绘画技术这样的。他们以前也画，因为他们不会文字，就是唯一最厉害的是画。可能他们用纸画，随便乱讲。有那有纸。如果造纸技术好像是，好像造纸技术在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啊，造纸技术哦，我们在N 版会读到造纸的技术，谁家啊？OK，然后第三个呢是这种读啊，Stonehenge，Stonehenge
在把英国 Britain 给看的照片，这冬天呢就是一个真的是石头来的呢。啊，这石头，所以这个 Stonehenge 啊，它的功能是给这个 Upachara Ritual， 等下我跟你讲是不是 Upachara Ritual， 就是一些宗教仪式的一个地方来的，进行宗教仪式的地方。他们是讲，他们那人是讲的什么东西？所以你看啊，以前他们是讲这些人学咯，他们讲把搬上去呢。很有可能他们是很高大的可能性，他们拥有啊，或者是他们用一些可能有 alien 帮他们呢。alien 帮他们，你看那个金字塔这么高大，他的金字塔们算得很精准哦。他们讲把那个这么大的石头一块一块的搬上去呢，世界上大，可能是有 alien 呢。世界上他们还科学家跟历史学家呢，他们还没有研究出来以前人类怎么样把这么大块的石头从这么高从低搬到上面去。不懂啊。Alright, so 这 Stonehenge 想来说他们是用来做什么？来去研究星星的地方。登报门该记笔当。研究星星的地方。看那个星座啊 ，Yes， 看星座，然后这些星座呢是用来导航的用途。跟他们这个地，这个 Stonehenge 呢，也是给他们进行这些宗教仪式的地方。将导航成就了宗教 ，Yes。仪式，我的仪式是什么仪式啊？葬仪仪式，葬仪仪式。讲啊。还没有。我有，不用讲。有历史。门家几便当？门家得干五百钱的利息。太好了。哎，考试他一天在问没有，发现图片上叫我问的是什么东西没有的。他问你一个 Stonehenge 来做什么咯？啊，我 highlight 起来就是你必须要懂的啦。交给电脑。OK， 接下来 Gadafuyu 在土耳其的地 Gadafuyu。啊，可以看照片。Gadafuyu， 我的 Gadafuyu 在哪里？Gadafuyu 我好像没有的。找一下哈 ，Gadafuyu Adamira。Gadafuyu 我没有这个照片。没有好的照片，我找不到，我给你，我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啊？想笑啊，忘记了。忘记了吗？看到没有？所以我没有好的照片就是这样。我看这个有没有啊？嘎达湖右啊，差不多是这样的。嘎达湖右，我不喜欢哦。不是不是，嘎达湖右是这样的，他找到这个大坝，哎，嘎达湖右，那一个埋在土下面的城镇，难道是印度？嘎达湖右，真是的。印度啥来的？那他们的湖啊。所以他们不一定是瓜啦，他不是瓜来的，对不对？嘎达湖右，他不是。不是山洞啊，嘎达湖右就是一个大坝，就是人类原始人住过的地方。地下屋？不是地下屋，是这个地方。为什么还不需要挖呢？人类科学家不挖人家就不是你，因为被埋掉，因为他们经过多几多万年啊，风啊，这些沙泥土全部被埋掉了，埋在土地里面。然后当他们再去，可能我们现在要建屋子啊，我们在挖地，挖到这些文物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就研究，哦，原来这个是曾经是啊，
这些都是人类住的地方，他们的地方，村子，他们像一个村子一样啊，是，是一照片的一部分罢了，很大片的。他那个东西啊，他们建屋子的时候没有棺材，那鱼棺材的，哦，然后又还喂养那那那那鱼，对，可能是清朝啊什么年代的那种棺材咯。老师，那个是一堆山来的，不是山。就是他们建的屋子都被埋在埋掉了。对了，就是这样。哇，说话都比我们这样好。对，就是这样啊，就是吧。所以他们看了一个隔一个隔，他们已经分好了。给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然后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他们有规划好好的。以前原始人生活啦。在嘎达湖有。哎，在嘎达湖有，所以这嘎达湖有他说什么？Yes， 嘎达湖有哦，他们发现到有那个种子，植物的种子，所以他们可以知道说，当时土耳其这嘎达湖有哦，他们种什么？巴黎跟甘冬，巴黎是那个薏米，薏米跟那个甘冬那稻咯，啊，这甘冬是麦，小麦啊，所以他们发现到这个两个植物的种子在那个泥土那边。那几滴汗，连种子都可以挖得出来。不嘞，嘎达湖有。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今天，哇，这个印度的，印度好像也是没有哈，我讲。Bin Bega， 这照片我们也找不到没有，因为不需要，我没有把所有的放进去吗？你有没有？我知道，我知道。OK， Bin Bega， 我找，我给你们看 U 那个谷歌。看 YouTube， 你在哪里？Inbeka， 就是这样，这个山洞来的，其实是它一个山洞这样子，是它这样子，然后里面啊这个洞口里面就是洞口来的啦，那这是它的山洞。然后这个是在他们的山洞里面找到的这个图片，好可爱，大象。啊，他们在那个 Bimbeka 那个山洞里面找到的。有起身的。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山，然后这个是山洞。我没有经过啦，我不知道。哎，这是山，这是他的山洞里面。山。所以我们可以去谷歌看一下啦，啊，这个 Bimbeka， 所以它什么？是它的年份是在33万年前呐，什么罗马时期？然后这个 Bimbeka 呢，证明了原来印度也是有原始生活。啊，老师。Bukti kehidupan zaman prasejarah di India。放学啊，放学啊 ，OK，Bimbeka。好了，说、so, ，大家听好了呀，我就先讲到这个印度先这里。好。啊，那现在是我们再去看其他的，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Backing Man。OK， 我们下个礼拜见啦。哎，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下个礼拜见是吧？明天见，下个礼拜见。我要明天见，明天下课了，拜拜。